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幕海的祈祷。男主角在继续着他的冒险之旅，而女主角娜拉在遥远的家乡深深地思念着他。他出现在东侧的舞台，披着长长的阿拉伯黑色头巾，缓步从沙漠走向了海边。他去为他心爱的人做祈祷。我们看到女主角娜拉带领着137名身穿黑袍的妇女来到了海边，为她的心爱人做祈祷。她唱的歌叫做《大海，大海，请你平静》。每人手持一把金棕榈，同时拍打着大海，唱着祈祷歌，祈求男主角能够平安的归来。大家都知道，采珍珠呢是海湾地区一项传统的工艺，然而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妇女参与到这项运动中，这项劳动中，因为他们要留下来照料一家老小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。在漫长的采珠期呢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平安，是否还活着。因此当4个月的采珠期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他们通常会穿上最华美的服饰来到海边，用棕榈枝拍打水面，唱起阿拉伯传统的歌曲，祈求丈夫平安归来。